被称为英国奥斯卡的英国电影学院奖在伦敦举行，红毯上许多的女星改走永续路线，凯特王妃穿上了一袭斜肩剪裁的纯白礼服，影星杨紫琼也穿着过去2018年秋冬裤装。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一看，更多的新闻资讯，请记得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和帮我们开启小铃铛。晚安，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我是易柔，我们再会。